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连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如何在智能电视上购买电影和电视节目？若想购买 YouTube 电影和电视节目，您必须已年满18周岁，并拥有一个添加了有效付款方式的 Google 账号。您可以在以下制造商生产的支持此功能的智能电视上，通过最新版 YouTube 应用来购买电影和电视节目 ：LG、松下、Roku、索尼、Vizio。注意，不支持在韩国通过智能电视购买、租借电影和电视节目。您可以在所有其他受支持的国家地区通过智能电视购买电影和电视节目。要在支持的智能电视上进行购买，您需要登录自己的 Google 账号，并且确保在开始购买流程之前已保存了有效的付款方式。如果未保存有效的付款方式，您需要先通过计算机或移动设备添加付款方式。要在智能电视上进行购买，请执行以下操作：转到智能电视上的 YouTube 应用，搜索您感兴趣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如果您想浏览所有相关内容的话，也可以只搜索电影，选择您要观看的电影或电视节目，选择租借可进行租借，选择购买可购买电视节目或电影，确认您的付款方式，然后选择继续。如果系统有相关提示，请输入您用于付款的信用卡上的3位数 CVV 码，然后选择立即支付。您可以选择立即观看或稍后观看。选择立即观看可开始您的观看体验，选择稍后观看可在其他时间欣赏。要查看已购买的视频，您可以进入 YouTube 应用的媒体库标签页，然后转至购买的内容部分。需注意的事项：租借的电影的有效期从您首次观看时起计，至租借期满时截止，购买的电影则可以观看任意多遍。有关详情请查看我们的使用规则。对于某些视频，可能还会有因分辨率不同而价格不同的视频版本可供您选择。在网速允许的情况下，仅有部分受支持的设备可以播放高清及超高清视频。有关详情请参阅高清、超高清设备要求。